眼前一整片的墙面还有博坎都画上了鲜艳的色彩，除了非常缤纷之外，里头的人物及动物也都栩栩如生。而这是位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寮里的道路两旁，里长过去除了将里内的脏乱点化成为小公园之外，现在更进化，在里内道路最多的墙面及水泥护栏上面，请来彩绘家创作丰富的农村生态。啊，这块是讲咱这个所在算农村嘛吼，啊，农村我讲拢为一挂农村有关农村的，比如讲布田啦、挂稻啊啦、冲田啦吼，啊，这个算讲像为这吼这鸡啊鸭，咱是饲鸡啊鸭啦吼，啊，遐嘛为一间草厝吼，迄草厝就是拢属于古早复古啦吼。里长表示，由于中寮里位处于淡水山区，过去到现在都是以农村形态的生活方式，而里内道路旁的水泥护栏相当单调，就突发奇想，请来好朋友画家，将里内的五个位置，无论是护栏、博坎墙面，还是走上田埂的阶梯，都画上了丰富的彩绘图案，而且还会善用地形，像是这一座阶梯就画上了水果凤梨，象征步步高升，越爬越旺。这楼梯吼，就是阮平常时较早，就是阮这做田人，即较行遐去，行因田遐去。啊，这楼梯吼，我来改成做这往来，大家若看到这往来，就是做往的啊。啊，行去搁较往，吼，就是我大家。身体健康哈，就一个，算讲一个景色，啊，甲人一般较无同。应该这个往来是我想叫阮，请阮的迄陆战队同志吼，来围的安尼。里长表示，由于彩绘内容大多都是里内常见到的生活方式，还有早期农村才可以看到的水牛拉车，过去中寮里最常种植的农作物等等，除了让里内的居民看到之外，也让外地来的游客更加了解中寮里的农村特色。记者许端英淡水采访报道。